哦，那汤哥，要不要可乐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这是 Live 的吗？破纸机，破纸机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哎呦，破音哎。Hello， 哎，那你啊是这样，因为说破音是我的这个强项。哎，拿个椅子给我坐吧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啊，腾哥都坐着了，我也来坐着吧。化妆的，我在化妆。哎呀，是。哎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是看这边吗？哎，是。哎，腾哥怎么样？因为今年呢，哇，你跟偷纸机一起啊，这独挑大梁哎，这主持工作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呢已经第一时间呢跟桃子姐碰面，而且呢还跟她一起做一些彩排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她人真的是非常非常 nice， 而且就是，怎么说呢，完全没有那种大姐大的架子，很亲民。然后还跟我就是聊了很多，真的吗？哎，我还跟腾哥许愿呢，说哎，我想跟桃子姐拍照。他说如果有机会你就来咯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人生清单，因为呢，他是我一个其中一位非常非常想合作的主持人之一。哇！所以今天能够跟他一起合作呢，就是你这种人生会有个清单，有 checklist 吗？是，多一个勾嘞，今天很开心啊，真的。